原标题，身份证1980至1998年，20至38岁的人，不忙可以来看看，别哭。谢谢。小的时候希望快快长大，长大后希望能够回到童年，说的是不是你自己？长大后的你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，希望自己可以的话，那就永远不要长大。但是1980年出生的人，当年所谓的80后，现在也已经38岁了，98年的，你也已经踏入了20岁的大门，长大好像不过是一晃眼的事。身份证1980至1998年，20至38岁的人，不忙可以来看看，别哭，谢谢。岁月催人老，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节日就是过年了。过年对于那时候的我就意味着放鞭炮、赏烟花、走亲戚、拜大年、拿红包，以及许多许多好吃的美食。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每逢佳节胖3斤，有的只是看见美食的喜悦。那个时候拿到红包是最快乐的事情，即使不是很多，也足够那时的我们买好多好多小零食和好多好多小玩具，这些快乐都是现在所不能拥有的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手机，但我们的玩具一点不比现在少，悠悠球、卡片、纸包、弹珠，这些所谓的童年玩具都承包了我们的整个童年。还有游戏机，我记得当时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超级玛丽，即使现在有吃鸡、王者荣耀、英雄联盟等等等等爆红的网络游戏，却再也没有那种玩游戏的乐趣了。玩游戏的情怀也停留在了那个回不去的童年。然而如今由于电视、电脑、手机、网络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宅男宅女，大家不愿意出门了，体育活动也越来越少。还记得小时候一放学就会出门去找小伙伴们玩，女同学都是跳皮筋、踢毽子，男同学都是踢足球、斗鸡，丰富多彩，即使玩再久也不会觉得累。所以那时候的我们没有所谓的手机病、电脑病，近视眼也少之又少。那个时候的我们只有黑白电视，而且可以看的节目少之又少，可是对我们来说依然很新奇。那个时候的电视机还老是因为网络不好容易黑屏，但依然喜欢电视。还记得小时候总是借着学习英语的名义叫爸爸妈妈给买磁带，可是买回来后放的却总是流行歌曲，听着小虎队、张国荣、四大天王的歌，成为我们的经典回忆。还有小时候非常喜欢动画片，比如说黑猫警长、舒克与贝塔、葫芦娃、小哪吒等等经典动画片，没有现在所谓的什么日漫啊，只有国产情怀。现在的你们是不是还会偶尔想要追忆一下童年，翻出这些动画出来看呢？1980至1998年的人，不知道你们的青春回忆都是这样的吗？岁月不饶人，这些回忆如果触到了你的泪点，请不要哭，因为那都是美好的回忆，别回头，向前继续奔跑吧。欢迎留言评论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